终于要回家了。嗯，今天晚上是我们在船上的最后一晚了，看，再收拾行李了。衣服带多了，好几件没穿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带了一身。我还带了一件毛衣，怕冷。你看，一下都没穿。我还带了个军绿的军绿大衣，大衣都带来了，还有运动衣身没穿上，带多了，我也带多了，这一下子就满了吗？嗯，带的衣服真的很有点后悔了，行李箱带小了，哎，拉近，你猜我能不能压死？能，我相信你。女汉子，坐上去，坐上去。还有这箱子比较结实，坐上去蛮管用的。很紧，你两只手压不过来劲，搁不进，你有全身力气大呀。我的体重，你俩比比的。哦，有人来了。哦，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。再把这个摘了，对，把那黄色摘下来。这就，哎，这两件行。哎，哎呀，OK OK， 像不像个女汉子？好，可以可以。好了好了，开门开门。我们有朋友来了。朋友来了，看看是谁。帅哥。啊？哦。要不要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大雷哥。是啊，好帅，越来越帅了。嗯，去吃饭吗？不是一起去吃饭？不好意思了。是的，要不要一起吃饭呀？我吃完了。你吃过了？他不也吃过了？这么早？都吃过了。两位哥哥，你俩是同学。来给大家看两位很漂亮的小姐姐。来来来，不要藏起来呀！藏起来，给你们玩儿。来来来，给我。不要藏，不要藏。好的好的，漂亮吧？谢谢，格格，好看好看。谢谢。啊，这边这位小姐姐也好漂亮。大家好。周周，桃花周周，嗯，小妹妹特别可爱，好热情。你好。你不觉得这个虾，这个虾也太大了吧？第一次，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龙虾。尝一口先。那你先吃，一会儿就来了。来吃个羊排，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这船还有点晃。我们也是老是说这床这床，一定说错一遍。这么大块，哈哈，啃。啊，香不香呀？上面抹番茄酱，番茄酱的怪怪的。啊，你要不要放一点那个胡椒？放胡椒，没有孜然，用胡椒带着，花椒、胡椒。感觉烤的不是太香，没有家里的好吃。羊背好重呀，你们尝尝。慢慢享用。再加一点胡椒。多吃一点胡椒，暖一暖胃。好了，别拍我了，别拍我。